对。人来的确实是不少，是，我很痛快。改词儿了，打刚才我就要出来了，累也乏的很。怎么那么累呀、啊？刚出门回来，去合肥，是倒不过时差的。你都说倒时差吗？出国回来的。好好好，看了这么些个朋友，我打心里我就痛快。哦，多好！是，刚才这节目大伙儿也爱听。对，掌声雷动。是，这叫快点啊！对，还得说说快点儿，快点儿啊！快点儿，快玩儿。对，这叫叫烧火山。哎。对，一句接着一句，一大套，慷慨激昂，吞人尿架，尿架从本身。不是，您就别说了，人唱快板，这演员没撒尿。你说让人高兴吗？恨不得哭一包那叫吞人，吞人泪架，吞人泪架，哎，吞人泪架，好。好、哦、您喜欢，但是我要给现场的朋友们提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大伙儿都知道快板好听，听什么呢？听什么？有人说的听音乐，啊，就听个东西。有人说听睡了。对呀、啊，不对呀、啊，不对，都错了，同志们。是吗？无论是相声还是快板，都是形式，不能看它肤浅的表面。哦，还是听什么？这个玩意儿它得教育人。打错而说错，那、哦、得教育人，必须有教育意义。哦，得吸取点什么？不管花二百块钱花多少钱，啊，必须得跟上回课是一样的。我说大伙儿都到这上课，哟，这什么了？你记住了，就拿刚才的快板来说，啊，烧火山是啊，高俊老刘金定哦，封什么呢？封什么？封这个小夫妻，嗯、为了国家的建设。是抛弃个人的得失，甘于奉献的这么种精神，哪有这事儿？同志啊，你的觉悟不行啊！我没有觉悟，必须得有觉悟，是啊。听东西说实在的啊，必须教人高尚。啊，不好！您站直说话就行，不能这样。啊，我的意思你要理解。您说什么呀？人要学习呀。哦。人要加强学习，是才能够更加向上。您说这话倒是对，一定要向上，知道吗？才能够不断的前进。这是向下啊，上下都不分呐。啊。见拐。对啊，我们才能够很好的为国家去服务啊，我们做一个不犯错误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嗯，才对。说这话倒也是没错。当然了啊，早先咱也没有这觉悟，也是学的，这得学习啊，知道吗？哦，学，你不学习你哪能会这个？学习，是学习。门口住一学者，哦，本身也是某单位领导，哦，人觉悟很高啊，人了解吧？那你问问人家。当然了，白天人家上班啊，还得见缝插针，哦，有功夫去问问。对，晚上堵门口一瞧，他从这边出来，还能这样呢？不使吓得向您请教，嗯，从理论上您解释一下，哦，谁给人讲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明白了，听完心里豁然开朗啊！哎，一问这仨小时，哇，反正人家不烦，就跟你说啊，当然最后。看着太晚了，对，改天再说吧。休息，时间可不早了，嗯，回去上歌厅啊，接我媳妇下班。没有那么大人呢、啊。我那领导呢？我接家属去吗？什么家属？我歌厅上班啊。咱心里琢磨，哎呀，人喝醉呀，人小啊，人调皮啊。您媳妇在那儿不错。不是什么就学是吧？讨厌，说这意思，人啊，人是用心学习啊，必须要受教育。是啊，人往高处走，虽往低处流。太脏了，什么意思呢？谁往低处流啊？
好，往地处流。对，虽然都是液体，没有。讨厌这个演员说话啊！你有水平啊！啊，你这个对精神文明建设没有什么好作用。我真的受不了教育。别看不惯你这玩意儿了，说实在。我的意思大家能够理解吧？清楚，说明白是吧？啊，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听相声啊，要选择的听。相声也选择。哎，高尚不高尚？做人就好吗？比如说受什么教育？比如说对我的工作有什么启发？哦，必须得这样，是吧？那没有什么启发，听个相声乐乐就可以。呸！当你了，你知道吗？现实玩意儿，知道吗？怎么选择呀？你们有一项叫反气口，有这段子，这个项就不能听。怎么了？流毒太大。有什么的呀？看这里面的词儿 啊， 啊。好，那我当你爸爸，啊、你当我爸爸 啊， 啊？你妈乐意吗？你这个我从来不听，知道吗？你词儿都疼了。从来不听这些东西，我是批判性的听啊。批判性的听嘛，知道吗？还得念拉洋片，拉洋片拿个扇子，吵吵吵吵吵打人家，打头啊，多残酷啊！这是我手段，这么多年在舞台上还打人，啊，破坏了演员的形象，哦、不是让人看洋片吗？就是这意思，说不教育嘛，对吧，同志？为了繁荣咱们的文化市场，是我们精神文明之化开面成香，只能看个拉洋片的。我不管你拿，你就得素质高尚，知道吗？这么说，干干净净的，往里边来，干净。哎，必须这样。哦，我很受启发，我现在处处啊，我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你啊，我最注意这个了。很自律吗？哎，走到哪儿我都很注意。哦、来，走在街上，瞧见流氓，调戏妇女，哟，这火腾就上来了。您告诉我，哎呀，我这心难受啊！啊，我默默地坐了下来。我仔细观察这个流氓，干嘛呀？他到底是怎么调戏妇女？我批判他，我要注意这些细节，是吧？我一点我都不落，我都不点，刚点还跟不过来呢。嗯，我恨得慌。嗯，我在想，同样是人。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呢？样子是不对的啊！你怎么能够调戏妇女？是啊，这说明了他身上旧社会的流毒没有肃清，想得太多，是不是啊？啊，我心里很难受啊！我心中的正义感不断的膨胀啊！我实在我真是看不下去。对对，可是呢，我不忍心这个流氓吃亏啊！那个妇女太壮了，别老不怕这妇女调戏流氓啊！哎呀，我的心里很难受啊！旧社会，万恶的旧社会，土豪劣绅、地主们欺负这些个穷人们。现如今，这个流氓他身上还有这种流毒，这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不能容忍呢。到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一伸手，打他一拳，拦了辆车，走，我回家走。走了。哎呀，社会太平，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给流氓一个嘴巴子，是不是？这是什么理论？从车窗里往外看去，看着这个妇女满脸是泪水，嚎啕痛哭，我的心潮澎湃，默默地背起了李白的那首《秋月无边》：“凉风有杏柳飘，却不见说我自家的情绪好比斗日中年，我虽然没有好像你来点什么乱。”我这才听出来，您唱的就好了，是吗？心里不是滋味啊！没有滋味，奉劝这个流氓啊！这天下人都这样了，我们怎么能够国泰民安呢？啊，我心里难受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啊！这也学习啊，同志们啊！无时无刻都要学习啊！启发我们灵神、灵魂里边这些东西，知道吗？学习是最后能够放松。您说清楚，您嘴都疯了，说的什么呀？学习什么呀？这东西，瞧啊，瞧啊，国家大事啊，
对吧？我在哪儿跟国际上接轨，接着后边咱们国家内部的这些个事儿，包括有一成语秦流感啊，我们研究从先秦时期。秦流感是成语啊？对啊，什么成语？怎么了？秦流感怎么是成语？历史故事吗？秦流感吗？什么历史故事？你看。你看书，书上有禽流感。你看你小几小几啊？什么书啊？你看有那个什么历史故事？哪儿啊？孟姜女哭长城啊？哭出禽流感呀？没有，那是不小几，你知道吗？不是怎么回事啊？孟姜女很漂亮啊，很漂亮。您说点别的。他哭完了长城，长城倒了。啊。秦始皇很喜欢他。哦。想跟他耍流氓，秦始皇想耍流氓。孟姜女说了：“你敢？”你看啊，这好几千年了，到如今你看出这么大事儿，好了，不要着急啊，知道吗？不能说空话，不能说废话，要实际，知道吗？我们好好着急。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能够恢复强。我到月亮上去打秋千。现在也都2005年了，你糊涂吧？啊，糊涂了，我糊涂了还是你糊涂了？啊！现在就2006，说话就马上2006年了，没告诉我呢，还过不过日子？你们居委会通知的，居委会不见月份牌儿，哎，是吗？这都应该知道，难唬我吧你？这再过都知道，谁不过日子呀？是啊，啊，哎呦，真的。不如过去啊！这不，我反正是希望我们国家很富强的。你呀，您净说这空话、套话没用，知道吗？你落在实处，你干的我看出来了。你这人啊，一切都落在嘴上，根本实际的一点都不沾边。我跟你说啊。真的，我这是为您好嘛？是吗？对呀、啊，谢谢您，谢谢您。
可决定了，我调皮啊，我调皮，我干点什么呢？我你想一想，当个科学家吧。这可不是那么好当啊！努力啊，学习啊，我科学家也是人呐、啊，这不容易，不容易，容易就都烂了啊、哦！我得来个冷门的东西，搞、哦、科学家，搞科学，是，对不对？我研究，买点瓶子去，用点罐儿搁屋里边养蛐蛐儿。搁药水啊！我研究哪个跟哪个都能炸了，哪个跟哪个能炸了。我让你上天安门广场，真的是没这个的。他们急我了，你，你不拿我当回事儿？不是，你光买瓶子就是科学家了。我瞧啊，我做实验呢。啊，我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坯子。是啊，我一定好好练。好，练成了以后，我造福人类了。哦，我很多科学发明啊。哦，啊，造发明。我，您拿一花了半儿，不是干嘛呢？这是科学的东西，这就甭干。我首先干嘛？我在喜马拉雅山安一个2000层的电梯。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2000层，每层都卖吃的，一层摊煎饼，二层炸油条，三层煎饼果子，四层洗手间，洗手间对。然后往上走吧，就是四层洗手间，都是各式各样洗手间啊。从4层往上都卖吃的，哦，包子、饺子、馄饨、面条、炒饼、烩饼都有。我每吃完一份，我就回4层歇会儿来。这还是吃肠子，我来回糟蹋呢。我告诉你，对，我要坐大电梯，哦，坐电梯，我还要在天安门广场弄一过山车。天安门广场过山车，围着英雄纪念碑玩吧。我还要研究水利工程，这搁哪儿用？在长安街上。啊，这边我打建国门开始啊，掐死了他。哦，这边复兴门掐死了他，两边不让走人。哦，长安街拿水泥砌个池子，弄好了，干嘛？放水，咱弄那饥饿勇进。呜、哦。同志们，那看看我吧，以后再见我就不容易了。哦，以后兄弟不会让我出来。我是一个大科学家。嗯，谢谢大家。嗯，您鼓励我，谢谢，谢谢。谢谢。我去买字典，买铅笔，买橡皮。今天晚上开始 啊，我先回去学英语。好，啊，我饿，我苦莫喝。哪天啊？莫喝，我就背呀，我写。好，再见了，我就走，一会儿新华书店关门了，买那字典去了。哎，再见，谢谢，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谢谢。这位说话一点谱都没有。哎，不过愿意学是好事，学什么？你说我行吗？行吗？你说天安门广场好借鉴吗？这得先打听啊，这。再有一个，你说长安街上砌上水池子，一路跟四路怎么走啊？全人都不能走，别找事儿，别找事儿。再一个，买本字典，我也并不认识的，还不认字，他卖那个嘛，是不是？我干点别的吧。哎，您最好换这行。对呀、啊，哎，干什么不是服务我？是，干什么不是为您去服务我？力所能及的，对不对？对啊，我干点什么呢？啊，我得学习。是您学完了干点什么呢？我做个军事家吧。您这难度都够大啊！都做军事家了，军事家也是咱们国家需要的人才，您这手是我老觉得厉害，军人嘛，啊，军人嘛，军人哪有这？我学习啊，我买了这书，拿破仑打仗的事儿，知道吗？
这也学希特勒打仗的事儿，哦，八年抗战的事儿，这个都得学啊，可得好好的学。学老少呢？干嘛呢？这是啊，翻书看。对呀、啊，对呀、啊，翻翻翻翻翻，别翻啊！部队里怎么不管饭呢？去的呀，怎么办呢？行啊，我就是一个军事家。啊，我一会儿买那个绿的皮卡布做军装去。做军装去，我先试试合适不合适。啊，看好看不好看。啊，好，是不是？啊，一个崭新的军事家，不久啊，嗯，就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不是做我吗？不要再哭。好，军事家进您点儿太好了。世界和平就靠着我来维持了。您呐，有那恐怖分子来了，让我挺住了。您呐，掏着我领子，近身肉搏，来一大耳贴子，打，翻翻口袋，有烟吗？不把这烟，恐怖分子就放了。你要拿着就得给人放。四方的，电镀的，我这还抢一个，这行吗？美国出的，这儿不也好几百个？美国的恐怖分子啊，哪儿都不管哪儿的啊，我都得着了，我搁口袋里边，又来一个，我这，翻口袋儿，哎，有钱没有？都是我的，改邪道了呢。不给我就抽死，上一拳，下一脚，那大花盆砸脑袋，好，老武器的，打到他眼珠子上都缝针，让他哭，把冤死他得了，没这么冤的，他爸爸原来我他妈的狗啊，太冤了，我一天我能打一百多个，我歇个大伙儿吸烟卷啊。我没开包的搁地儿上，我弄个小铺卖了。行这样，我自己好容易啊！我成立军队，成立军队，嘿，搞好些个没工作的，二十上岗的都来，都是我的部队，买两匹绿布，人家都做军装，管上衣裤子自个儿回家穿里面。买那绿胶鞋啊，跑起来在外面啊，都一人一双哦，我给他们训练军训，开军训，站好了，嗯、大个儿站头里，小个儿站后头，小个儿站后头，还看得见呢，我一，因为我原来是卖苹果的。自己的军队啊，好，我给我自己授权，自己给自己授权，我就以后我也管了，现在我就自个儿管嘛，啊，自个儿来，你就让他们都喊我，哦，也别喊司令，也别喊将军，叫什么呀？喊老大，老大，我管他们叫小弟，啊，我有个参谋长叫山鸡，我还有军官扛把子，拿我打火机点着了，您这香港电影看多了呗。好好啊，什么了？您这什么称呼啊？我刘江威，我就是军事家啊。打枪啊！戴着我的军帽啊，这玩意儿怪脏的，真是！我就是了不起的军人了啊！谢谢大家，您支持我，谢谢，谢谢。你不用了，谢谢。我会成功的，是，谢谢。啊，我买绿布去了。给我给你上回事吗？不着，我都出去。
纯属云山虎掌，你自己犯军罪，这都我的头回听说，甭管怎么着，听着是。我说行啊，您干这个，我琢磨这军队给起到吗？怎么着没到国家的那是国家的对了我也姓郭呀郭家的你别都是这个国家的对了哥也不让弄不让上来吧你上来别上来啊没有没有活该干点别的吧干点别的吧行吗你就在这儿吧不是为国效力啊为人民服务对我要当个文学家我还用呢我这行啊当文学家也不用算数啊算数就不行也不算数当个文学家嗯不大作家哦我天天我在家里写事儿您先说清楚了这事儿啊写事儿啊天天写事儿写字儿啊字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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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管我我嘴写什么？那这么说，写字，写字字啊，行，我写作呀，不写将来大文学家。嗯，从今天开始，我发誓了啊，嗯，我发誓，我今天要开始学习，从今天晚上开始，什么都不干了，什么都不干，就是写字，啊，就练字，学习不练文学，行吗？没问题，练。我先写水浒，水浒我也没写，早有人写了。我给他写一个复杂一点的水浒，那不是也水浒吗？我把三国跟水浒扔一块儿，那还能看下来吗？那是不能看的。我写水浒，啊，我写再写一个水泊梁山，再写一个水泊梁山的故事，再写一个梁山好汉，再写一个。您起那么多名字，我什么？内容不一样啊，这有区别。我再写个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我最爱写，先写这个，先写这个，先写剧情美。来，啊，我写这写完我改电视剧，电视剧我50集，100集，100集，100集电视剧啊，500块钱一集，发财了。100集50块钱一集，那就发财了。啊，找剧组给钱。拿来我数，这都是10块钱新的，一百的都没有。拿家里往炕上一扔，跟我媳妇挣钱，看见了吗？挣钱了，淘汰钱，开电视，看新闻联播，哎，盛饭，哎，破太监了啊，都沏了汤，什么乱七八糟的，来了还沏个汤，自己都不带做，我开水沏汤喝，我就了不得了，我出门我以后我买车，啊，我骑车很快的，啊，我玩命的蹬了，我没错，再也不怕费鞋了，我，哎，谁还愿意走着走了，哎，有车了，我买车我不还人来一圈儿，这不钱了，痛快了，没钱了啊，买了巨大一款。买新的，新买一款，还同时圆了我军事家的梦。做好了一军的，还要好吗？嗯，我痛快了。好，谢谢大家。不久将来，一个大文学家要诞生了。又来了，谢谢大家。嗯，不久将来我就成了。嗯，谢谢您大家支持我。支持。从今天晚上我就开始学习。好，谢谢。谢谢。我吧，就是这会儿便宜不找我签字了吗？全想起来，现在是五文一字啊，以后成大文学家，嗯，我先下不来了啊。现在也没人找啊？没有，没有，没有，后悔去了，我后悔去吧。嗯，我今天回去，我先写我写我这名字。自己名字还不会写，胡说八道，满嘴胡编。这人啊，一点正经没有，我瞧瞧。岳老师啊，你看我行吗？我看你不行，你看我你干点什么去？嗯，你这行还
女孩缺司令吗？我们这行要司令的。你缺文学家吗？没有。你要科学家吗？没有，都不要。都不要。都不要。你能送我张月票吗？你演出这月票给我呀？没有啊，没有啊，尽量少来。让您讨厌。你太不拿我当回事了啊！等以后我成了了不起的人啊！我就跟你绝交了，我回家我要练功啊！从昨晚上开始，我就开始着急了，现在天就晚了，黑了，活该，明儿就亮了。那您不是今天晚上开始吗？晚上是晚上，我不定哪天晚上。今天您来的不少，今天是我们纪念相声快板艺术家王凤山先生是诞辰90周年，王先生是我的师爷，王派快板的创始人啊，这个已经去世了，但是王派快板呢到今天依然流传了下来，大伙也听了，无论是板还是唱都跟别的流派有些区别，很俏。王先生呢徒弟也很多，像我的师傅金云生啊，邓文坤，张金明，包括马六甲，都是王先生。这是真的，这不闹玩，真的啊。王先生俩儿子，俩师叔，王文元、王文喜。王文喜现在山东济南，在吕剧团打鼓。王文元去世，但王文元对快板的贡献很大。今天所有中国快板的用的花板，大哥各种花卷都是王文元一人发明的。哦，都是他在他之前都是画几画，画几画，画的零八零零八，是王文元研究出来的，加上花板。但是很可惜，很年轻的去世。不但今天呢，我们搞这么一演出，也非官方的啊。因为我们后台来说呢，从我这儿到李菁这儿，还有这个高峰，我们三个呢都算是金星先生的徒弟，所以我们算是王师爷的徒孙。好，太客气了。估计因为有关部门可能也不会想起来纪念这个老艺人。我们自发的，我们愿意搞这么一个活动，搞多大也搞了多大，是吧？原来我本来想在那个长安街上啊。您是直的，您是硬的，挂着王的真相片儿。都把这货都传给王先生。他们劝我，他们说这儿容易给王文喜找事儿。我说那就算了吧，搞这么一个小型纪念活动，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明天呢是纪念刘宝瑞先生，因为这老哥俩呢终是90岁。我们后台呢，王文林先生跟这个邢文昭先生是刘宝爷的亲传弟子，对啊，也是我们的相声大师的。我们没有很多很大的能力啊，把这事情搞得很大。我原来想啊，在长安街上。王木山相片反面刘宝瑞，一吹两下就到了，这东西太混，不合适啊。没有办法，明天呢就是单口相声居多啊。明天王先生说一单子，邢先生说一单子，张恩顺先生来说一单子，张先生，我也说一单子，到最后呢。我跟谦儿哥呢，我们俩再说一个对儿，就是缅怀一下我们这位人间艺术家老先生。老先生确实在我们心中分量非常的重，在中国一提单口相声，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郭德纲那个刘宝瑞。对不起，你说呀，人一直一着急就实话说出来。90周年的，然后后天的周一的后边呢，我们纪念申帆先生。啊，那有办法，不是办法。明天呢，如果您有时间，希望您也来，不光是看看我们，也是缅怀一下刘宝瑞先生。另外，明天呢，邢先生呢，邢文昭先生可能要在台上跟大伙说一件事情。是当时前几年吧，在刘宝瑞先生的坟前面，这个墓前面，邢先生去上坟的时候，在墓上发现了一件东西，是一个观众留下来的。明天有可能，就让邢先生
留大伙儿把这个事情要说一个始末缘由，希望大家为了刘先生这个事情做一个帮忙吧。具体什么事儿，明天咱们说这个啊。来吧，这个相声来说呢，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我呢，从心里来说，我可能这辈子都为了相声活着，太喜欢相声。这次是前两天刚从安徽回来，昨天从安徽回来去录相声啊，昨天他们去接我，我说在安徽完事儿，我一上飞机，我的心情特别的高兴，我终于又回北京，我又能做相声，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啊。在安徽这边呢，有的时候，有的说话我觉得也挺可怜，什么？我不知道在座哪个朋友们有安徽人啊？有安徽方言了解不了解？安徽说话太好玩了。分几个音呢分不清楚，说什么滋滋这都分不出来、哦、老母鸡这个鸡飞机的鸡咱不念鸡滋、飞机鸽子、老母鸡笼子机票怎么吃掉你说话很有意思、啊、最可怕就是这个洗不掉洗的死了死了死脸死脸洗脸哦，啊，他那制片人是我一朋友，哦，上家去，到晚上他们家里，一家好几口，父母也在，他们两口子，还他那孩子，说你上家来住，到家去，挺客气，晚上偷睡觉，让我洗澡，啊，把我洗卫生间把水调好了，是吧？是吧？你说相声注意观察有些人，可能人家说话不觉得是挺可乐，就咱们大伙一听非常觉得幽默，是是不是？生活中的很多事都值得放在舞台上，比如说于谦的相声。说我说句良心话，我一直为于谦说相声打抱不平，怎么了？他不该说相声。说良心话，人家里不是干这个，人家没这个，对，跟这行没关系啊。是家里都是公安局的检察院的。我说这行公安啊，他爷爷你算在北京监狱住多少年？三年可以自由走动啊，他还是不让出来的。我在这边工作，嗨，上班。他哥哥他们都在公安局，他小的时候没事上公安局找他爸爸去玩去，就带着出去，最喜欢的啊，出去那边说你要干刑警了不得了，脑子灵的，脑子灵的，有什么事儿？别人一琢磨这事儿，越琢磨越心有脚尖儿。哦，于谦一句话，那我就对，豁然开朗，怎么回事？哎，这回出事儿了。大伙儿上现场，谦儿一块儿去，带去带一块儿去，到现场一瞧，好，人躺地死了，大卸八块，分尸，脑袋跟这儿，腿跟这儿，现场很残酷。那队长问他，谦儿，这个你是怎么看呢？听咱的意见，你说说吧。于谦儿看了，我认为是自杀。都赶回来，都赶回来了。赶了一问，为什么要跑？啊，这个伙食太贵。胡说八道！你们用什么砸这监狱的锁呢？馒头。真是。到现在，他哥哥还在这行里头干着呢，还干这个。嗯，吸毒大队的。吸毒大队的，吸毒大队，对，不是吸毒大队的，哪有这队？
到处去查去啊，看谁都特别目光敏锐，瞧谁都像毒贩。是啊，很有意思的。那回我上安徽去录相声，他哥哥正好也到这个淮南，安徽的一个地方，我去合肥，他是淮南，跟我一起走，坐飞机到这个合肥，他坐在飞机上，他坐旁边一块换登机牌嘛，走旁边，他看谁都像肥，这像毒贩。我这人，这毒贩，这次毒贩，别吓唬这次空姐儿，这眼神太差了，看谁都像毒贩，都像毒贩，我说有病是怎么着？职业病，职业病啊！一回头看一回老太太，老太太坐着看他说我们瞧不对，老太太都是这也毒贩子，估计是。老太太看见他一会儿低头悄悄的扭着身打开书包拉锁，他一会儿看见，看完了给拉锁拉上哟，拿手捂着脸低头无语，他说一瞧没错定了，不瞒他对坑就起来了，一把包抓过来打开了，一伸手拿出一小瓦罐来哟，打开罐一瞧里边白色的粉末，瞧没哥一瞧没错啊，我一看就是毒品，没错这专业在他老太太眼泪下来了，没什么也动了丈夫的骨灰。这真事儿，这事儿假的，真事儿。反正相声就是这样，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素材和营养。也有瞎编的时候，功夫中。说你一般没有相声，都是真的，全是真的。哎，这个又你都没见着大伙儿了。哎，今天一见着，我觉得很亲切。给大伙儿唱一段山东二黄。山东二黄呢，说的是京剧。啊，大伙都了解京剧，生旦净丑四个行当，啊，早先还分得多，生旦净末丑啊，这是一个行当里头能分出多少分支来，啊，咱们说的是老生的唱腔，老生呢分多少种。